出来吧，知道是你。还是被你发现了，我来就是看看你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。不用，你别捣乱就行。去，小看我。纤纤玉手一般都是形容女生，但是放在你的身上一点也不违和，周教授。你们医院有没有人夸过你的手特别好看？好好好，我不影响你，我呢就是给你打打气，做一个美丽无声的啦啦队长。啊，好可爱的小猫啊！奶奶走吧。